挑战吧大神有 YouTube 频道了，请搜寻东风卫视或者扫描下方的 QR Code， 也可以按下我们的订阅钮或者是开启我们的小铃铛，就能收到最新最快的节目内容，而且还有网络独享的影片哦，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。挑战大神，来西风冠军战，你看看今天是阳盛阴衰，阴衰，不过真的，其实都是他有时候很那个逻辑不太一样。真的，我真的跟他打牌，而且我搞赢了，他都没得到哎。好，现在我们累计是12800，好，可能现在在20000的边缘上下。嗯，好，现在刚刚就是你累计的，来，庄家起桌，豹子，九，好了，看四下牌。庄家虎轩，靠各位帮忙了。嗯，虎奶，虎轩，德轩，少平，少轩，少轩，都跟你们了。来出菜，来了吧？动，没台的先打。来一万，好啊。东风。不要再是风哇，风吗？类似北风，是风，北风，花风的风。一四先走，四万，四万这个时候就掉下来了。哇，你这不是逼我吗？没有，我想说打一万没事了。你做我下家，你这不是不是做姐姐的下家，你现在是做哥哥下家。没错，我做奶大神下家。叔叔，靠哥帮忙啊。叔叔在讲，有没有在听？嘻嘻，懂吗？来，小发，你四万打太早了，孩子。这只能靠中奶哥帮忙了。发财，好，哇，北方来了，一四七，都要不到，没哈了，对了，六条，这一次来一个，八八，怎么可能，红中。心里想着就来了，东风啊，哦，生气耶，不要你了，三万，我要红中，谢谢，我要，好开心，我被四万气到，你花，怎么可能？哇，不要出声音哦，忍不住嘛，忍不住要抿着，四条。闷住，九万，白皮哦，噔噔，先跑，跑过吗？五条，五条，吃一个，二条，八万，你为什么啊？为什么他想要把字摸稳放在外面？对不起，五万，五万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等等，八条，八，九条，哦，八条，为什么呢？二条，怎么可能？七条，鸡啊，南风，叫鸡还叫鸡？我说摸镜，镜的鸡，一万，这么诱惑哇！八个万，杠，哎，三个人玩。哇，还有绝招啊！两个万，哇哇塞，三万都在你家了。贵条，死鬼，死鬼，死鬼呀！弟弟，弟弟会照顾你。弟弟快不行了，这有什么好想的？我看一下，
这什么好想的？很棒吗？好好，我看到了。好好奇哦，这是对啊。白皮，白皮可以想不想？对啊。姐姐姐姐对你有兴趣哦。嗯。啊，大家留个电话哈。好。没有啊，那是这个真的没什么好想的啊。五万。青蛙。我是不是错了？四万。是。哎，有一个泡脸哦。变相来说，芭比，真敢打，真的不是。摸一下。哎呀，我不要玩了。请问，糟糕了，我这牌安全一万，手上有一对还一卡，我完蛋了。来，结果放炮。是，饼子呢？多深的牌？对啊，这牌黄庄机会很大。拜托，黄庄的机会很大。我想把你打掉，但我又觉得你好像怪怪的。有问题。我不要了，四万。怎么样？等等，最安全的牌，东风。黄的机会不大，男的，让他黄吧。不可能，不成。一摸三。啊！哇塞！哇塞！还在想他听不听五八？没有，我在看我们的听牌。听了啦，都听了。你这样子来。我知道，我看出来了。我刚刚在看，有看出来。三六九饼或者一饼三饼碰。我的麻将打得太好了。天哪！不见得是好事。所以我真的，我都算好他有一对啊。我还想说五八条都没了。在旁边看都知道，想说你在想什么、啊？白笔又没事就出去了啊。哦，炸火没有哦，没有哦。哦，哦，有了哈。对，有了。看清楚，看清楚。一摸三，一个三花，四台的舞台，四台的舞台，一封冠军赛第二把。该小徐庄家了，最早听了我。好，来看四下牌，庄家徐乃轩，王德轩再摸一把，邵轩来呀，王辅轩拼一把，都是轩啊，来，九幺，嗯，没有要，大声一点，大声一点，大丈夫讲话这么小声，九个万。头尾都有，几条？一条。哇塞！他真的。你不用晒，你今天你是你赢的了，三万。你的。你想想，你今天决战北风北会不会赢的吧？难。没关系，我留下来，我跟奶哥打到牌，我们还在努力，大的荣幸呢。那待会赢了就不给钱了。救命！还是不要太棒了，只求荣幸。只求荣幸，不求奖金。北风。太好了。红中，中，大家都有红中，哎，西风，进个，哪个打过了九条？难呐，大兵，红红，花。犹豫咯，到底还要想什么？能问的，你不要逼他，不是。他常常犹豫，我也看不懂。刚刚在那边，对啊。不对不对不对，我还好，你没有出声。他们三把，他有他的，他有他的逻辑。他不想打，他也赢不了今天。对，他逻辑还不错。这个局面啊。一个不小心没有看出来，等一下，好了，五饼了，对哦，门清，他差点把他打成眉清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出来了，看出来了，这还有什么好犹豫？这个运啊，厉害，他
还真快啊！一条连摸两条，我本来五张，然后摸两张进来，连摸又进八万，对啊，又进四桶，门清了，对啊，门清一台。西风冠军赛的第三把，我觉得你要非自摸不可。现在还有两把牌，你只要牌不错，我跟你讲，你就不要想别的，拼自摸，要不然你就没机会了。你被摸把就放一把，来，女庄家，好，神奇的打法，神奇的思考。十一，好，来看四下牌，庄家王德轩，再摸一把，少平，起来吧，来，辅轩，过水拼自摸，傅林，出赛，好，东风，好。拜托了，北风，拼自摸，北风，好吧，一起的，此风，南风，中，南风，三万，七个，红中。边边卡进去了，北欧，紧一个，八个条，小白脸，好，发财，你就放中间，二条，眯眯眼，一通去郊游，白皮。八万，九条，四个人玩，碰个，四万碰得到，好羡慕。五万，调酒，五万跟着打。九条，两个万，切，三饼，一要，去，来一万，发财，南风。调酒，好多抽你的，四张没了。发财，你大字，我还有，最后一张唬你的。二万，你不要，不要。三万，我的妈妈呀！大的小的都来了，六条。不行，没办法。我不逃委屈。微张吧，西风。我就知道在他手上。对。来吧，三六九一条路。是你表现的机会。跟着哪个的？吗？安全过六桶。五饼，新货。哎呀，没有得吃。东风，四条，七个，败路，五条。什么东东？现在九饼又被人家抓一砍，来了吧？搂狗满了！哇！漂亮！哦，他西风自摸，厉害！三台是四台，西风冠军赛的最后一把。报告一下你们两家的分数。好，刚刚我摸了牌，把你们分数扣越多了。啊，你下剩多少？你知道吗？可能个位数了吧？八百分。八百，因为他刚刚摸了一把，又胡了一把，啊，所以呢，他现在是九千五，
基本上是没什么机会了。对，还是我们就不要打了，好不好？不行啦，决赛嘛，北风北风。啊，哇，差8700耶！哇，8700要摸多少台啊？如果一摸三，一摸五，一摸五是1500，1500加来是2000，2000才6000，还不够。好难，他还扣啊？要六台，他还扣2000呢，才8000呢，要六台。要一摸六，好，有机会啊！你摸到我直接给你20000，好不好？好，拼了！他一摸六，我直接给他20000了。姐姐喂你，好不好？拼了！来，送行庄家。一摸六不能喂啊，他不能吃啊。对啊。八，来看四下牌，庄家少廷起来了啦。武轩拼大牌。阿福林，德轩稳就好。出菜，少廷。西风呢？碰一个。嗯，九品，你不拼一摸六了吗？一摸六吧。西风有台，我们用我们打算。西风西，来打碰碰胡。两台，8万加碰碰胡。8万碰一个就有了，有可以咯。哎呦，9万，西风西，哎呦，哎呦，一个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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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才有效果嘛，对。西风西的碰碰胡，哇，不得了，怎么可能？哈哈哈哈哈！自己说的都笑了。我说的，我的牌怎么可能？来9条，我来。福轩，拿去碰8台。等等摸。要的啦。还有这一张。2条。来4万。4万不要。我已经猜24万了，我跟你预告一下。好。来1笔。武轩，红豆拿去碰。哎呀，北风，你要想打门清，算了。西风，2万。不行，9笔。7笔。6万先走。8条用不到，用不到。嗯，今天奖金有2万出头了。8条，对不对？阿南，我进一次就好。1万。没用的东西，1饼。2饼。5万，1万碰，9万，哇，9条，还有这一张，我靠，6笔，哎呀，起来，7万，碰，哎呀，哇，完了，西风西碰碰胡自摸，还凑一色，哎，凑一色，我靠，哎，2万直接给他了，对，2万不保啊，继续进，来，算，哎，怎么都是5条，哎，好，5条，是你不会听，姐姐又想要考虑什么？姐姐的表情。可是我姐姐翻了很多白眼呢。反正你怎么样都赢了，你放炮赶快结束，不要想那么多。被他碰碰胡凑一色，自摸，你看。他现在要想观众怎么样比较不会骂他。对，我现在观众。现在观众愿意再骂了。再骂了，再骂了，再骂。观众啊，放过他，他才21岁。要吃吗？吃一个。吃啊。9饼。9饼。我要吗？也算是一种奇特的。见解了，嗯，好啦，好吗？好，好吧，8饼，自摸，自摸，哇，相当用力，好好奇啊，怎么了？很好奇，放进去，自摸放进去啊，我算2条，你自摸放进去，我算，你算，嘿，放炮你又不能红。东风，我就摸东风。过水是不是？不是，他怎么过？他现在怎么样都要拼啊，6台。7饼。
七，没有碰，没有。好，哎，打过了八条，随便乱进啊。二条，猜二条对。哎，四笔，这牌跑哪里去了？五一个。放炮他不能唬你，他只能自摸。碰碰胡，哎，他留东风想要凑一次，对，知道吗？张烈子，哎，西风西，我看你的牌越推越远呢，要不要推到对面去了？对啊，算了，没事，算了，白笔。嗯、咦，怎么是你啊？是你的话，是你二饼，好朋友啊，靠你了。别动，你不要怕放炮。一万，耶！他真的是凑一次，真的凑到了。二饼，他里面还有一张东风哦，各位。白皮，好好奇那张东风是什么角色？一万，东风啊，魔神砍的吗？魔神，魔神对。什么？哎呀，二条，这么多人在帮我加油，可惜了。来，吃一张。我靠，没牌咋的？就是糊的，何苦呢？里面是什么？我东风就自摸了，可是分数不够啊。我那时候东风就已经自摸，可是没有凑一色跟他碰糊，没有凑过碰碰糊。你必须把二条拆掉。对，放我那就自摸了。原来如此，真的耶。然后硬转到呢，西风西。自摸对不对？刚才也不够，那他们刚刚不够，刚刚他这边他是有一有一个有凑一次，对，他打凑一次，哎，真的，好可惜，还真的凑到，哎，可惜，差一点，清方二条捣乱了，对，嗯，哇，真的可惜，啊，嗯，好，还放炮，放炮那也无所谓了，没，敢放炮无所谓，至少你拼到这个台面了，好，四花红中两台，你倒扣三百。来，三百给我，付钱给节目。他来起跑哎，嗯，他刚是六六七，然后你五条对不对？嗯，他那时候不这样吃，不是他那时候一碰听的牌，嗯，他扒下来还要变成。我就想我吃完我就我想说没有没得听这样子，不要聊太多了，算了算了，反正他赢了，对，了不起，不重要，厉害。来，辅先我们淘汰。来，德轩是我们的决战北风北。挑战吧，大神 APP 重磅升级啦！现在只要下载并登录，就可以参加转盘拿高礼，还会周周抽出精美好礼，还不赶快登录拿好康打麻将？